哎，你说话传出去了，真的哎，哇，好开心哦！今天是那个安大明星的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个月其实是三立新闻网的那个四周年，对啊，然后那个这个月都弥漫在一种那个生日的那个欢愉当中，然后今天那个我们是安大明星，在一年前的11月，那时候为了3周年做的那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我跟宰哥一起来上的、那个，对，然后我们今天算也是一个周年庆的感觉，是，那我们今天就想了一个很特别。而且今天真的是临时加场，非常感谢天后愿意来到这种，真是紧张的要命。对，然后一直在骂我说你是敲通告不会早一点吗？当然是，有，然后来的时候这么装亲切，我一听就非常开心，早在那边了啦。我个人觉得人真的是不用这样子，那没在开麦的时候说，你们知道现场有多少人吗？我知道啊，现场很多人啊，然后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时间，所以我们等于是安大明星的那个1周年的生日，然后那个我们是复刻第一集。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但是你在我们复刻第一集，就让人觉得，哎、欸，你怎么做半套？什么叫做半套？那时候明就聊，做半套意思就是，哎，对对对，做半套的意思就是有一半没有做。对对，那其实我们也因为就是一些联系上的关系，那不如就也算是个刚好，不要来就算了、啊。对啊，对啊，下次再找他来，不周年的时候找他来。等下我们电话也不用打给他，因为刚刚确定说李彦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他，所以李彦就直接开手机就在做直播。我自己就偷跑直播、欸。对，我们现在有两个现场，一个在那个 Vido 跟三立新闻网里面的直播，一个在李彦自己的那个人的脸书粉丝团。你现在是来抢生意的就对了，人家在做周年庆，然后你在旁边给他摆摊。我很久没直播了，想说顺便直播一下。你怎么可以这样回馈一下我的朋友、啊？我刚刚想说你都分享一下我们画面这么漂亮，你也不要。好啊，分享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你都开了，那他现在等下生气怎么办？真的、哦？啊，不然你问他们说，那你要分享还是要那个？要我不会弄哎、欸，要帮我弄哦。啊，不用了，不用，你人都已经来那么多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你这样了。对啊，就摊子人家都来围观了，然后还故意在那边跟人家赶走，人家行李宝贝走，我还没来等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荧幕有点小，我们两个坐很 K。不会啊，哪有关系？就是所以要看大荧幕的麻烦请上三立新闻网啊。对，要看大荧幕请看那个三立新闻网。对啊，然后其实今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其实我们虽然做半套，但其实也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11月的那个安大明星线上庆生会，下礼拜一李彦生日，大家一起祝李彦生日快乐！3、2、1，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来送蛋糕、送花来。啊、谢谢。好，等一下来，我们你要听那种办公室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吗？不要，大家在上班，不要等，不要在那边装了。我告诉你，你们如果没有唱的话，他今天就不会认真去拍戏，你们就知道了。你们不可以这样。那我等一下3、2、1之后，大家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可以吗？哎，没有人要理我。没有人要，可以。哦、好，我知道、哎。那我们要唱歌喽，3、2、1，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李彦生日快乐，李彦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 yeah！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打扰你们上班了。没有没有，我们才刚开始而已，他们等一下一个小时都会听到我们两个在这边吵架。不好意思，啊、你可以许愿了。OK， 许愿。啊、对对，你要透过麦克风许愿。十八岁是不是？你也知道吧，骗人的这种事情，真的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看到这18岁很开心，毕竟我离这年纪有点遥远。哪有？也才2天的时间。我是说，再过2天才18岁，你现在17岁多而已，其实也。你是要不要许愿啦？我看一下、哦，看什么看？你这很奇怪、我们有安大明星可以，而且永远18岁。你看，叫你分享这个镜面那么漂亮，然后就要让我们两个一直挤在你手机这边，真的是莫名其妙、啊。好，那我来许愿。怎样啦？嗯，第一个愿望是什么？第一个愿望可以分享一个给我吗？因为你下礼拜一还可以许。嗯，好，那你先许好了。怎么跟我同事？第一个愿望给你，让你许，你要送我们啦？怎么会这样子？真的很 好，你放心。我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三立电视台，不管是节目或者是戏剧或者是新闻，三立新闻网都能够。还有 Vido， 收视率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好。这边是流量跟点击、流量跟点击还没讲完，你冷静，你别急。我觉得你今天脾气没有很好。我今天非常好。哦，真的吗？好 ，OK。流量跟点击率可以非常的高。高，冲，咻。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三立电视台里面所有上上下下长官、员工、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大家都能够非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真的，真的，真的，这很重要。好，第三个你自己收起来吧。好吧。好，跟你说，他应该会说到明天早上8点。不会，很快。应该是吧？通常许第三。好，许好了。
啊，这么快？好好好，就这样子哦、喔。对，好，那你吹蜡烛哦。好，等一下你吹蜡烛，他们要拍手吗？不用啦，大家上班，我们你不要在那边装了啦。哎、欸，他吹蜡烛记得要拍手哦、喔。那反正大家桌上都有开那个荧幕，哎、欸，没有，真的没有要理我们呢、欸。真的好认真，我们好孤单哦、喔。你看董事长娶那个请到这样的员工多棒，你这种狗腿还这么想？董事长请到员工很棒，你看大家都很认真、啊。董事长李燕说你请到我们都很棒哦、喔。好。李燕要吹蜡烛了、哦，大家他吹完蜡烛之后，那个要帮他那个。李燕要吹蜡烛、哦，李燕要吹蜡烛、哦，完全没有要理我们。大家要拍手，拍手，李燕生日快乐，美梦成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然后那个花是有用意的啊，真的、啊。等你拿来，我跟你解释一下。好了，你知道我们就是今天一直在找花，嗯，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好、哦，礼拜会啊，我们来开始讲嘞。”为什么是老师啊？啊，没有，我们去买花的时候就跟老师买。一楼不是就有花店、啊？就是那个啊，就是老师啊。啊然后老师就说：“哈、啊，怎么办呢？我今天都忘了去买那个李燕他们。”就是老师知道我喜欢什么花，因为我很常去逛呢、啊。那你喜欢什么花？我其实我喜欢百合。你少在那边装了，他就说不是这个，然后他还在那边硬凑了一把花，而且他还讲一句很好笑的话，是被别人听到，不是他听到的。因为我刚刚经过别人转述，我真的觉得很有趣。老师就是说，哈，阿龙没回来有变了。我说好，今天吗？然后他说他买完花之后，老师就在那边跺脚啊，就很紧张，说，哎呦，跟他出去都被坑的佛堂，那个灰娘啦，是不是那个有李艳？然后我跟爸爸讲，哇，那红色的百合花，什么修掉一起动作，就是白行明天。哎、欸，然后他突然就自己讲说，啊，不要进来，一女神，所以修掉这个会买多少花娘？哎呀。会说话，金价老师级的主真的真的，所以你跟 他了解我。你今天的花跟我们佛堂的是同一组的，你是说在帝君前面是同样的吗？对啊，拜托，这样很神圣哎，而且他去买的，他把整把都买过来了，好，太开心了。对啊，这是今年生日收到的第一束花。然后我今天派两个小天使给你，还有小天使、啊，哎，来人啊，送蛋糕那两个嘞，哎，干嘛？谁叫你坐回去的？你今天工作不在旁边吗？啊，不好意思啊，再跟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我们娱乐新闻的记者，在新闻网那边的，就是从直播的这一刻开始啊，你如果想说，嗯，这一条可以发，他们就会直接在那边就po一条新闻出来。哦、比方你在说，你随意、啊，你想发你就发。你不要再装了啦，你好难得，你看，搞不好你可以发到二十几条啊，你就今天想话说，说啊，我刚刚第一，今天是我的。今年的第一个庆生，我很开心。他、就说发，然后那个思瑶就会帮你把新闻。哦，晚上还有第二个。啊、他的意思是说晚上还有一场，知道吗？知道吗？会写吗？会哈，好。按、啊啊、你的名字是嘉颖。维纳哦，维纳斯，那维纳斯好，那就有思瑶跟维纳斯，然后就说啊，维纳斯，我觉得我收到这把花蛮漂亮，我想要一个图片。的新闻啊，他就会赶快跑过来拍，然后他就会上传。哦，照片是你负责？没有，不一定，就他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就是你今天小天使，他们两个都会很忙，一直这样叫来叫去的。然后谢谢。还没讲完，就是直播结束之后，就如果这些新闻发出去，点赞没有超过300，我会分享，我会分享。哦，你这你确定哦？对对对对。那他们今天发几条，你都要分享哦？啊，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一天放那么多条，粉丝就洗版了，了无新意。呸！这样才，你们发一条就好了。不要不要不要，我跟你讲，就发多条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就要创下新纪录，就是艺人粉丝专业分享最多新闻的。太夸张，我没有那么多事情好写，好不好？我人生太无趣了。不会啊，我再跟你说，哎、欸，李燕好像放屁，那你就赶快写。有。哎、欸，女神在直播现场放屁，这是一个新闻啊。真的。对啊。但我不想干这种事。他不会跟我说。然后今天如果那个分享的新闻就在他们版面上啊，就你要号召大家去点赞。当然啊，我就会分享它。我没讲完，如果没有的话，节目结束新闻都会下掉了。就是新闻狠哦，没有狠啊！知道演艺圈有多无情？哪有哪有？我们今天是尝试结合一种，就是女神跟我们那个新闻网站那个强力的结合，所以他们都在看了、啊。有啊，他自己在直播，然后你就来拍说，哎、欸，就写女神抢生意，人家百货在做周年庆，他在路边摆摊，就给我下一个这样的标题。不过这个时间大家是不是都在上班？我发现人数没有很多，应该干嘛不开心？不开心，因为要我发现都是晚上的时间。好，你要原谅大家，因为哎，谁、欸、叫你们回去的？好，还没啊？对，那你第一条思瑶第一条回去发的新闻是？请问刚才百货公司年庆，收购周年庆，我们又没有在收购直播，对啊，我们是啊、哦，对，现在收购在周年庆，哦，真的 啊，对啊，不然我们等一下去逛周年庆，好啊好啊，你还真的嘞，你是打算直接到对面收购钱柜，再去唱歌吗？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团啊，不能暴露那个女生的行程，自己没有啦没有啦、啊，不是那里不是那里，不是那里，松江，自己讲，按第一条新闻你要写的是送。
不是什么只有写葱姜。对，那维纳斯，你第一条新闻想好写什么了吗？哪有？哪有？广告不实。他可以这样写吗？不行，不行。然后你们今天写新闻都不用经过他审查，就直接上。反正记者写新闻也没经过我们同意，没有人要问你啊，拜托，我又不一定每天都要访问你。那现在反正就这样子，又没有写你坏话、哦。对了，就说现在记者都很好，现在记者又善良，然后人心都好。不要这个时候这样讲了，你刚刚先骂人家，现在给人家摸摸头。我哪里？你明明就是。你可以让人家回去上班。没有啊，他现在在上班了，他今天工作就是服侍你啊。我跟你讲好，我跟他们都主管都已经报告过了、啊。哦，真的、啊。对啊，他们现在跑回去就是要发新闻。哦，真的、哦。对，所以两个现在就回去发第一条新闻，这样可以吧？啊，你要先拿手机来偷拍这个照片，你看他那么敬业。好认真哦，你看董事长请到这样的人。我真的觉得什么都扯到董事长，你真的很狗腿耶。真的是，哎，董事长，我们之前就是安大明星，很开心李燕来我们这里上直播。哎，一年前呢，就这样，我们就默默的因为你跟那个，哎，这很奇。拍照讲一下吧，我们今天直播都有种不专心的感觉。你要用那个无他相机拍，对不对？你还有指定 app 哦？当然呢、啊。哦，好好好，哎、欸，那个你拍的是合照，如果我很丑，你也不可以上传哎、欸。你应该靠近这边一点，这样不然我脸会太大。哎、欸，你真的很，你也是真的是，嗯。啊、我们今天这样直播都没有专心，哎、啊，你讲两句。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要认真的，认真的。你不用到多认真啦，就自然就好。不行，我觉得这是对所有的观众朋友负责任的表现。天哪，你又开始了什么正面思考团？对，你又开始要念经给我们听了。嗯啊，最近怎样在正面思考团有分享什么正面思考？嗯，最近我觉得，哦，前几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我觉得他跟我讲一个话很棒，就是。他说：“我们就是要尊贵的看待自己。”真的，真的哇！这两个字我喜欢，尊贵，因为我最近常在跟人家讲这样的事啊，真的、啊，真的，我认真的，我认真的，这是真的，我没有跟你套过。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把自己看得非常的不可被别人轻视，不是轻视，应该是算是一种某种侵犯吧，不管是有形跟无形的、嗯、对不对、嗯、那也不一定代表轻视、嗯、可是就是我们要让自己，可是这个是应该有种正能量的散发，不要让别人会有想要对你冒犯，对对对对吧，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从自己本身做起。哎、欸，我们今天出一本书好了，好啊，写完之后就直接，我知道，你知道我今天来上这个啊，哎、欸，他的意思是叫你切一下蛋糕他才能去，哦，真的、啊嗯、对，好好好好，谢谢我。然后李燕许了一个生日愿望，就是每个人都要尊贵的看待自己。这等一下新闻要这样写，这样对，好，你看他是很认真，真的他叫做思瑶，思瑶，对对，你以后有什么新闻，对维纳斯，你以后有什么新闻都要记得叫他们两个帮你发。我私讯你，再帮我转述好不好？好，我当然可以叫思瑶跟你家来，思瑶很乖，他可以帮你。现在要切蛋糕，哎，好，那我切喽。啊，对啊，不然要等明年吗？好，我这样态度有很差吗？没有没有，很好很好。对啊，我们是好朋友、欸。没有很好，没有。什么叫没有很好？我对你超好的。好啦，切了切了切了。啊，哎，思瑶，那麻烦你们那个，哎、欸，他要帮你拍那个切蛋糕哎、欸，他等一下。好用心、哦。对啊，写他本来那个新闻标题说李燕切蛋糕好优雅这样子，然后就因为要尊贵的看待自己，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很从容优雅的态度。天哪，女神又上身了。没有啦，就觉得就是一种练习嘛，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很优雅的人，哪有你很优雅？没有，好不好？我没有告诉人家你在旁边走路都脚开开。我哪里有？你看自己要说，别人要补充又不跟人家让人家说，真的莫名其妙。老师又不会渴啊？你说谁渴、啊？不会啊，不能啊！现在突然乱喝水，那个整个那个嗓子反而会锁起来。真的假的？真的啦，嗓子开的时候就让它自然的状态下、哦好好，就吞口水就好了。好，然后那个需要补充要一点点点的错，这样就好了。今天我们直播要多久啊？哎、欸，就是不一定哎、欸，反正你后面也没通告啊。嗯，对啊，啊，谁叫你片酬那么高？然后最近刚好休息。怎么这么聊天呢？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是，这纯粹是因为剧情的安排，哦、而且因为郑恺他就是生病了嘛、嗯，那怕再出来就是也不想说让观众朋友看到就是一直生病，一直生病。我觉得这没有具备一个戏剧该有的正面能量。哦，对，就是要让他就突然间出来就好了。嗯，也不一定啦。不过我们一下就好，我昨天演的剧本交代是，哎、欸，他恢复就是身体健康，就状态还越来越好。对对对，保持心态的一个那个很正面的精神能量。真的哎，你真的也是很愿意把正能量、欸。你知道，可能会有一些癌症的病人看我们的八点档，我懂，我明白，我明白。就是需要给人家一些鼓励。真的啦，不然我们做戏的目的是什么？那个
框的旁边帮我们上一些那类似像有一些天使的符号嘛，然后尊贵点，然后这边有一些什么圣洁的蜡烛啊，然后这边有一些什么那个你不觉得吗？人生有一个希望就会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有这种思维真的很好啊，一定要一定要就是让很多的事情不要有带领向绝望去那个靠近的感觉，对啊，这么负面生活都不用过了，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制作人也真的很辛苦，他就说哎、欸，今天是真的临时加场，李燕愿意来吗？我说李燕哦，如果没事就会来啊，但有事他就会装忙有事就不用装忙就很忙啦。谢谢谢谢维纳斯，天哪啊，我也有，哇塞，你人真的很好哎、欸，分外好奇啊，真的你今天人很好哎、欸，外场没看多，好，你现在可以吃吗？你也不能吃啊。不用啦，我现在又没有要吃、啊。然后就是那个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开心的事情。然后那个今天李燕真的刚好那个不用拍戏啦，我们才有这荣幸、嗯。这个时间是刻意的，所以你也不要管这个时候的流量，因为我们要重新复刻第一集。那我把它关掉好了。不用啦，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那时候的第一集真的是下午的三点半。嗯。等一下，你还这样？你还记得那时候第一集是怎么成型的吗？不记得，我只记得那时候就是去那个说新闻网三周年，然后做特别节目，然后想首度想要开直播，然后希望那时候就是，哎、欸，那时候你在演一哎《世间情》还是《甘为人生》？甘为人生。然后那时候就说啊，大家网络上就敲敲锣打鼓的，敲碗敲碗敲碗，他们想要看到仔仔跟那个李燕，好。敲了一个通告说：“哎、欸，我们今天要直播、哦。”然后我收到那个通知，我的人跟我说：“江哥，你可以大概十一点半来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下午要直播。”我说：“下午几点？”他说：“嗯、没有，就看他们几点有空，然后就几点上来。”Stand by 就对了，就是没有，就是你大牌嘛，所以我们没有仔哥大牌，不是我大牌。谢承君他说你大牌，仔哥本来就很大牌。谢承君他是嗯，那是台谢承君那个李燕说你本来就很大牌。哎、欸，难道仔哥小牌吗？谢承君，我跟你道歉，你真的很大牌。我觉得就是嗯，真的大牌，你空他一下好了啊！不要，你现在空他，可能真的在忙，因为他大牌，对，他在忙。我觉得不要打扰他，他耳朵应该很痒，一直被我们抽念。但他线上有人要跟你说什么？没有，我根本看不到啊！你老花，我近视。哦，好，不好意思。好，快点，你这边陈设这么多道具是要干什么？你干嘛那么凶？就是那时候第一集就把就有这些。你自己忘记了，我还叫他去截图、欸。我彻底的忘记了，我告诉你，我记性非常的差。那个跟那个没关系，因为那时候的直播就是有设计，也有很多的。这是上次直播有的东西啊。他只拿一部分来而已，他还很紧张跟我说：“江哥，有的东西现在拿不到，因为他不知道去哪个道具间接，因为那个就是之前制作那个制作人走了，嗯，啊，所以他来的时候东西就拿走了，也没有东西拿走，那个是公司的东西，但是他把那个 idea 拿走了，所以他就想不到他，但是他就是他今天很辛苦，就是把第一集再去看一遍。这是我们的制作人、哦，对，他是现在的制作人、哦。你好，你好，加达安哥，加达安哥，是 Vido 的，啊，就是这个节目安安大明星，哦，安安大明星，对，然后这个节目在那个新闻网跟 Vido， 你后面有啊一个 Vido 啊，我看到啊，我知道啊，非常鲜艳。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旁边是那个佛堂的花。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他说怎么办？他说今天早上就一整个小时看完。然后你的经纪人好紧张哦，从昨天晚上确定你 OK 时间，他就说江哥，那有 round down 吗？我说没有啊。对啊，都不给人家 round down，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事先套好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就没有流程啊，就聊天，所以就只能很随机。因为我们第一集的时候也就这样啦、啊，就是网络上第一集有宰哥啊，就是还可以开开他玩笑，对不对？哦，有那天他们也是蛮、啊、就是奉献很多，对，就接受大家很多的那个安排。今天一样，如果线上有人问问题，就是我记得那一天有这个事情，然后那天好像有送那个什么，有送一些那个图，对不对？画，对不对？签名还是画？画，但是是谁画的我忘了，为什么会有送画，然后你们还签名，我不记得，我也忘了，我记性好了，但是我们尽量复刻今天啊，不然可以送李燕的签名照吗、啊、这有什么好送的、啊、好无聊哦，签名照一个人自己说，应该想一个不一样的，就送立可拍啊，拍立得啊，哦，拍立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等一下来拍，好啊好啊，我们就是好了，也不要送太多，拍三张就好了。好啊，好啊，好啊，就是 take 分享，然后问问题，然后问题被李燕抽到那个，然后我们就送。好啊、因为这个时间他们不知道，我怕朋友听不清楚。今天要送李燕不是啦，我是说游戏规则是什么啊 ？take 安安大明星里面一个朋友分享节目 ，take 一个朋友。take 安安大明星 ，take 一个朋友，就是在安安大明留言 ，take 一个朋友分享今天的直播，嗯、问一个问题、嗯，问题被你抽中了，你有这么急吗？
但是你太慢了，你这个人很奇怪，我个性很紧，讲太慢了。我想快你就嫌我快、哦、我慢慢说你又嫌我拖。好，快点来。哎，讲完了。嗯。啊，讲完了。好，来，好，好、啊，来，再开始。反正应该也没有多少人，因为我们也没跟人家讲要直播，他就突然来。你不要这样子，我们是一个线上的节目，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录影，我们只是把录影的过程公告，就是公开给人家看，看得到，就是在此刻当下可以互动。嗯，因为今天是特别的，就是所以没有办法预告。因为昨天燕子也在讲说啊，如果有拍戏，他愿意来，可是要等放饭的时候。对啊，如果有通告的话，只能等空档。哎，一般几点？几点放饭啊？就正常啊，12点跟6点、啊。12点跟6点啊，你喜欢什么菜色的便当？我喜欢有几间还不错吃。几间还不错吃？要许愿吗？不用许愿啊，有什么好许、啊？不要，你不要讲那个店名啦，你说里面你喜欢什么主菜就好了。嗯，排骨的啊，炸的还是卤的、啊？卤的，卤排骨。对，啊，那颜色比较黑还是比较金黄颜色比较深的，比较深的那一家。对对对，啊，那个饭是不是有铺豆干？对对对对对，便当盒是红色，便当盒红色的。好，哎，有听到吗？哎，那剧组人假装没听到、欸，哎，他知道了，排骨是卤的，知道颜色比较深。他、啊、那个白饭上面有铺碎豆干，对对对对，然后、欸、你怎么都知道？因为那家蛮好吃的，盒子是红的，啊字是黑的。好，对对 对, 对, 对，这是第一个。如果有这个便当，你会去抢的，对了。对。啊，你还需要抢？你天后哎，没有人送便当给，好辛苦。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失职？你看，还要让他去抢便当。我喜欢跟他抢便当的感觉。天哪、啊！对，跟他融入啊。哦，也是一种正能量，就是告诉我肚子饿了，我一定要吃。对对对，他一定是说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不要为了一些这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们在那边饿肚子。当然哦。对啊，有人可能什么要减肥啊，被嫌胖啊，就不能哪个人什么眼睛看到谁胖。我刚刚下楼之前，我才跟我经纪人讲说，哦，我要来减肥了。哪里有事？很有事好不好？怎麼越体重越高收入越低耶、啊、真的是一个，这是什么正能量啊？这不是能量问题、哦、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这是一个 CP 值的概念。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在我人生巅峰。巅峰吗？对。天啊，那有这个荣幸知道是多少吗？不想。这很奇怪，又爱讲又不想说，莫名其妙。你们女生怎么都这样啊？抽个问题好了。好。抽起来在想说，哎，这到底要干嘛？欸、有人问问题了耶，你看他好用心哦、喔，说什么？这、哦、真的假的？谁呀谁呀谁呀？李艳要送他飞吻？玉梦池啊、欸？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安装？没有。好了好了，玉梦池问了问题，你被那个李艳选到，所以他等一下可以得到李艳的拍立得，不管了、啊，因为他选了、啊。好，他还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李艳啊，你什么时候有想要演偶像剧吗？”他觉得你好适合哦。我觉得我不适合、欸啊、真的、哦、为什么、嗯、因为我一直都在台吧、啊、就是人家都没有安排我去演偶像剧。不会啊，你也应该很习惯、欸、大家对你那么重视，你是我们的家人了耶。其实已经像家人，真的啊，真的，而且你还现在还在一家人。对，真的。然后一家人你也跟着人家，你看，而且他很贴心，就是片酬比较高他还会自己休假。不是啦，因为我觉得八点档这是不变的嘛。我记得之前这是什么？哎、欸，你第一个就抽到这个耶！这是你抽的，哦、这我抽的吗？对，哦，怎么好意思？哎、欸，我们那个有一个很帅帅哥在看你，他是副总。哦，副总好，对不起，我近视，我副总他老花眼，对，近视。嗯，对，那副总说今天就是我们一周年的，哎、啊，旁边那个也是仙女，嗯，女神跟仙女应该住在同一个空间，你有点眼熟吗？住你隔壁，近视啊。好了好了，随便你啦。我的眼镜把我拿来，快点！不用，不要戴眼镜、啊，在车上。对，在车上，在车上。哎、欸，我们第一集的时候有这个游戏啊，就是抽到什么要讲台语、哦，就是那时候李艳有说，就是台语不是讲打鼓龙就练凳哎。其实台词的台语我都还蛮会讲的。哦，因为就是工作就很自然的就会上升，莫名其妙，对不对、嗯？但突然间莫名其妙要做什么翻译，你就是真的没办法。平常就比较难，平常比较难。对，叫我拿什么讲台，我比较困难。真的耶，你会讲自己名字的台语？当然不会啊。哈，你不要讲，就李艳呐。啊，各公里北向经济馆是对的嘛？丢啊，那你还不丢？这是进卡的。哎、欸，我怎么可以这样批评你？没关系啊，我是老师。对。女神李艳生日快乐，就是抽到要讲这个，这个还蛮简单的啦。鲁行 VN 生日快乐，真的吗？嗯，我跟你讲，你讲了不是都进卡，你会生气吗？真的假的？你再讲一次。鲁行 VN 生日，你讲鲁什么？鲁行啥？鲁行哎，自己个对，鲁啊拢唔对。我刚刚讲什么？你对啊，啊倒带啊，系啊，你第一个讲鲁行。
鹿行啊，不是，是鹿行，鹿行，行行，有一个尾音，行，还有一个带一点那个新米家的行，新米家，哎，对，行，行，哎，对，是那个接东西的那个台语的，对对对对对，鹿行，鹿行，然后要讲的好听一点，说要那个尾音要上扬一点，上扬，鹿行，鹿行 ，the end。The end， 生日快乐！太做作了吧！拜托，你是有多不做作？没办法，你少在那边装了，你都拿佛堂的花了，还在那边给我装什么高雅？是你们安排给我的？什么叫安排？那老师卖的啦。鹿行 ，the end。鹿行 ，the end， 生日快乐！这样子，哦，明白明白。哎，弄不了，没怕破案嘞。啊，经纪人特别让怕讲。啊，这里有现成的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谢谢、哎、副总都可以拍手、啊、谢谢副总、哦、谢谢天哪、哎、那两个都副总两个都是一个穿浅色一个穿深色的那两个、嗯、一个 Vito 的一个新闻网的哦他们刚好开会出来他们要去上班了我们不要打扰长官好、啊、你要自己抽第二题好自己抽第二张我觉得今天节目还蛮有趣的吧很有趣啊跟你在一起什么都有趣真的那你要什么 round down 你莫名其妙还是要经纪人在那边问半天、就是、要就像要先有剧本剧你个头啦哦，这股写在冲山尾，那在等啊。难度指数十颗哦，因为他把那个全部的都，他是一篇文章哎、欸、哎、欸，小姐你有麦克风好吗？食物啊，你在跟我相对。食物，全部都是食物。哦、对啊，密密麻麻食物，啊，这还好啦。他说难度哪有还好很多哎、欸，他拍得到这什么字吗？拍不到，太小了。有啦，你看，欸、拜托我们机器多精密啊，摄、哦、影师高档哎、欸，真好。对啊，好啊，你要看荧幕念吗？当然没办法、啊，你知道我怎么一个字我都看不懂。对他老花眼，他要看前面才可以。下面全部讲台语啊！啊，不然要讲中，不然讲英文吗？好啦，我上爱食炸蛋，炸蛋我拢食，蚵仔面线、臭豆腐，我过甜不辣。甜不辣是国语。最好你讲台语。我想看卖啊嘞。蛋啊米糕、蚵仔煎、米粉汤、萝卜饭、牛肉面、鳝鱼面、素心汤、肉粽、肉丸。鸡排、麻糍、鸡卡汤、牛肉汤、牛肉汤、木瓜牛丁、绿豆沙、绿豆沙啊、绿豆沙、大米、烤番番麦、番烟肠、红豆饼、干茶棒、润饼糕、哦、挂包、串冰、肉鸡米。假说给米苔吧，加胡椒饼，厉、yeah! 害好不好？他们在搞啊，甜不辣，甜不辣怎么讲？我真不知道，没有听人家讲过、欸。哎、欸，对啊，甜不辣，我没有讲，我有听过天妇罗，真的没有讲过天妇罗台语是什么？格不吉啊、哦，真的、啊？妈不嘞，我从来没听过、欸。真的啦，但是它甜不辣跟格不吉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天妇罗里面有各种那个。春卷是润饼卷吗？我刚是用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润饼卷啊。所以呢，是甜不辣，润辣直译是。甜味香，对，甜味香。哎，哎，我下面一个，你的经纪人这也是蛮好笑。哎、欸，你要让你经纪人就是背影上相一下吗？他有一个长才，要在你允许之下，我见他完、哦，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可以。你用背影进来，你过来，过来，你在我们两个你这样走进来，你就拉背的、啊，就拉背就好了。哎、欸，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才艺美少女，现在是跳那台机器哦，所以你要转那边，你要转这边一点，对对对，再来，你要走到我们两个中间呐、啊，你干嘛抢镜头，要走到正中一样、啊？来了，来了，来了，你只能背对我们，来拿着麦克风，拿着麦克风，好，你请用那个，请用你最擅长的那个说话说话方式，然后。帮我们祝福李燕生日快乐，就来自一个高科技产品的祝福。祝李燕生日快乐。要长一点啦，对啊 ，Siri 啊，今天是谁生日啊？把你对我的生日祝福用那个 Siri 讲出来。来，我帮你问 Siri 啊，今天是女神李燕的生日耶，你可以帮我们跟她说一些祝福的话吗？谢谢 Siri 哦。我想想。Siri 啊，你想好了没？你想出来以后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李燕今天生日，然后李燕才18岁而已，希望在你的祝福之下，李燕越来越漂亮。Siri， 你可以跟我们说了吗 ？Siri， 但你都讲完了。Siri， 你为什么要偷笑？Siri， 我问你，李燕对你好不好？她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个性非常的好，人非常的友善。
我跟你说，我叫他通告200遍，他都不要理我，真的。真的。然后呢？叫什么通告200遍？我是说，哎、欸，你可以来这里，就是来跟我们玩一下。他就说，啊，我很忙耶。站起来。对啊，你还是这样，你不可以被人家看到你是那个幕后重要的人员。你还要问 Siri 什么事？我不知道哎、欸。Siri 他说他不知道要问你什么，你可以自己帮他想一个问题吗 ？Siri。Siri。你晚上会来吗？我想想。你要想多久？你是想到哪里？你今天你家的 Siri 今天都怪怪的，他现在那个装乖。好，那是安安大明星。11月线上庆生会，女神与你同在。你再慢一点。11月的线上庆生会。11月的。线上庆生会，女神李艳与你同在。女神李艳与你同在。女神李艳与你同在。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收看哦。请大家继续收看，不要走开哦。你可以走开了。好了，下班了，下班了。好，下班。好 ，Siri 下班。啊。你好聪明哦，把脸遮住了。对，他不可以曝光啊。哎、欸，他是我们的那个人体 Siri 哎、欸，他太好笑了。他平常来那个化妆间的时候，都是用这种音频在跟大家讲话的。我跟你讲，今天早上他好机车，他在接电话，我在跟他说，哎、欸，燕子那个，他说燕子好好了。然后我们两个在聊天，突然他就一通电话进来说，您好，请稍等一下，我到外面跟您聊，然后就走出去了。每次我心想要打电话给他的人会崩溃吗？这样感觉还蛮，这些礼物你还喜欢吗？就喜欢啊，太好笑了，真的。刚刚有人说李艳的经纪人好有才哦。对啊，他很有才华、啊，对，因为他都吃蛮多的。没有，就把一些才华都吃进去了。哎呦，你看。这很简单，好不好？我就也觉得啊，但是你看，我们就是想什么，就是抽到什么就讲什么。因为我好像昨天前天才听到人家在讲而已。吃饭的，然后就讲到这种。一等姑姑，两等小肚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为了减肥啊，你就这一餐不吃啊，就这一餐不吃，然后等到早午餐不吃好了，然后就等到晚餐的时候就吃超多的哦， 就把两餐的分量一起吃掉。天哪，哇，你是一个老师耶，我都流汗了。我看到你流汗了，突然好热，哇，解一下裤子。对啊，他就是告诉大家要有正能量去那个面对所有事情，不要就是只能是为了减肥，然后就都不要吃饭。其实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不错的减肥方法。哎、欸，我今天他跟我说，就是你经纪人跟我说要扣最上面的扣子，我要把它打开哦。而且你穿超多的。哎、欸，因为你来耶。真的假的？对啊，上次也是好不好？啊，就你要来，我都会穿西装啊，不然嘞。好，我下次我就回放那个每一集的安安大明星，我看谁来的时候。我说你来的，你穿西装，我告诉你，我有追根究底的病哦。我知道。哦，仔来的时候我也有穿西装。还有谁？每一集人家来你都穿西装吗？没有啦。哦，但昨天我也有穿西装，然后跟那个就是拉国乐的人在那边穿西装，我觉得我有点怪怪的。对，就是还蛮好。我好想把我的那个手机拿过来看大家的。好啦，你看他，你就拿，我们都 OK 啊。啊，等一下，好，制作人你说，小林啊、哦。哦，李艳，你演一家人最辛苦的片，他很敬业，因为他要帮你送照片，所以他都把你选了。哎、欸，你干嘛那么自拍啦？这很奇怪、欸。最辛苦的片段哦、喔欸。他们也都不知道你要直播哎、欸嗯欸。都不知道。现在已经播到100多，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辛苦的地方哎、欸。我记得最近都还蛮轻松的，我觉得比较累的就是。那个二十七、二十六左右，还是24集？真的、哦？就20几集的时候，那时候跟在干嘛？那时候跟威廉拍婚礼戏的那一 part， 然后还有姐姐小夏，就是跟威廉上床的那一整段的戏，对我来说是比较辛苦，因为那时候有比较情绪的情绪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比较没有睡眠的时间哦，因为那时候就是戏正超夯的，所以你们每天都那时候就是戏比较多的时候，很多很多，然后你就是有三角的，要啊要啊要啊，因为那时候其实他真的很厉害，李艳如果真的
用那个精神去考试，应该每一年都上台大吧？我都这样觉得。对啊，你应该早就念不知道几个医学院的。以前都不好好读书，真的就有点后悔哈。非常后悔。改教考车安呢？对，而且都可以秒记耶。我不知道自己就是背东西的速度这么快。我们家小朋友啊，小读小学，然后老师都规定他们要背唐诗、哦，他非常不喜欢背，所以、嗯、然后每次大家在背的时候啊，他就嘴巴张开。好像在跟着，就是哦，哎、欸，这就跟我们今天本来设计单元要对嘴那种感觉，真的、啊，对对对，他就是对嘴，然后就被老师点到了，你知道吗？真的吗？他就没有背，因为他觉得背东西非常痛苦。是，然后有一次我去台中的时候，我就看他又要背唐诗，又很痛苦，嗯，我就教他背哪一首，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我就是给他很多画面，然后哪边切断，哪边在哪一个画面再开始记。他很快就记起来了。天哪，你好厉害哦！对啊，所以你在背台词也都这样吗？当然啊，就是自己要分段啊，然后给自己一个画面，就是就一图像记忆，直接在那边演了就对了啦。对对对，差不多意思。你的脑袋就演起来了。哦，对啊，我好想关心，哎、欸，思瑶啊，你出几条新闻了？你是有在写吗？啊，你啊，你不要了，你人不要在那边嘛，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对啊，不好意思，你刚刚新闻网站可以帮我们出几条了。哇哇，认真哦！我跟你讲，李叶，你今天都没有分享的话，你就我一定会分享的。我现在就想立刻分享，我把它关掉。不要，不要这样子啦！等一下再分享。哎、欸，来人拿，可以给我一些卫生纸吗？好热哦。哎、欸，我这样直接 Q 叫人家拿卫生纸，这样会没有礼貌。不会啦，他们知道你今天哥好调皮哦。谁？你的朋友说的、哦？对。还有，如果你跟李叶那么熟了，他们装什么震惊啊？想女神搜查线。想听听减肥方法？他现在怎么可能大明星？他现在怎么可能跟你讲什么减肥方法？他现在正肥的，怎么跟你讲？现在在我人生巅峰。对啊，我尝试完之后，我就跟你分享。对啊，他现在整个状态都不对，你现在问他，而且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啊。那你可以跟他们说啦，你现在讲的都是错的，他们就可以不要这样做。哦，就是不吃啊，这肯定是错的、啊。你现在都不吃？不是不是，你不是叫我讲一个错误的减肥方法、啊啊，就是不吃东西啊。大家都以为不吃，我一定吃啊！你看我就是有吃才会讲、啊。等孤故人等修度。对，真的会这样哎、欸。真的吗？所以你是吃出一个人生的极大值，现在是巅峰。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打算让他再继续往上往我不要了往上攀升？不要了，真的，我觉得我人生不应该这样子，真的太堕落了。你想啊你可以把它夹好啊，没关系，那就拍我就好了。对啊，哎、欸，制作人，哎、欸，嗨，制作人，啊，你有帮我们选到什么新的问题吗？哦，他也没有认真的啊，我们从我们的在忙、啊，哪有那么忙啊？节目在进行中，然后他跑到旁边去玩，这样对吗？旁边去玩，对啊，不是这样说吗？啊、我们这样，哎、欸，哇，你经纪人都一直笑、欸，哎，哎，这个那么简单哦、喔，那、哎、无聊哎、欸這個，好啦，那就随便讲一下就好了啦。那你讲好了，洗稿洗单单，何必该来出韩吉腾？好了，对啊。那太不尊重道具了，对啊，太不尊重道具，不会啦，我们道具就是等一下都可以回收啊，他们还可以拿去印稿子。这个上次也有，这上次也有，而且谢成君抽到的，那怎么讲？我忘记了，大家还没看到题目哎、欸，你把它翻起来，千王来了 ，Siri 你会吗 ？Siri，Siri， 老王、小王、万磁王。这很难哎、欸，哪位？而且这个根本没有一个正统的台语可以讲。有啊，就直译就好啦。你都可以叫人家背台词，叫人家讲台语。老王、小王、万粗王，不是粗啦。万老王、老王、小王、万粗王，是吗？是，我来等你们。好。啊、这张留给我，我等一下去问导演。欸、送你、啊、你可以签名吗？满珠翁。对啊，满珠。签哪里啊？欸、这张送人家是不是？好，哎、啊，谁要这个啊？这有什么好？有人要这张吗？有人要这张吗？有人要这张，李燕，等一下送你。如果你要这张，我在上面再顺便再画一个画好了。好、啊，那就先画。哎、啊，有人要吗？真的有人要吗？留言第一个说要的，我们就送他了。好，就这样。哎、欸，赶快在你这边留。哎、欸，已经。哎、欸，叫你唱。饶了我吧。有人要吗？请问建安哥如何保持身材？啊、这是你安排的暗装吧？没有啦，我哪有保持身材这种事？李燕姐，你这样问，然后那边有人偷笑，我觉得我这样很没有面子哎、欸，我真的很笑。对啊，有的啊，这有人要哎、欸，哎、欸，有人要，有人叫，有人要寄来美国的，不是那边已经选到玉梦池啊？哎，那边是谁？许佳恩，嗯、对啊，他已经那个了。
他已经是这张已经被那个制作人先送给嘉恩了。好，那你等一下，如果还要再送，我们再抽另外一张。好，啊，你要画什么？画乌龟啊，信手拈来的乌龟。好吧，我画米奇嘛，我等一下再下去画。哦，好好好，那你要记得他们为什么他要这一张？对，你的粉丝都很特别耶。我粉丝都很忠心耶。我知道啊，老王、小王、万磁王就是告诉人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正能量的思维。这样你也可以扯，一定要啊！我们来想想看，你那么会讲，这很难呢、欸。我根本对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晓得。没有，那没有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三个人而已啊。就是说，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也可以写出一句东西。不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你解释给我听。老王、小王、万磁王，他就是说，如果你心里有正能量，不管你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或是你可以博杂学到很多事情的人，你都会是这人群当中最出色的那一个。哦，好棒哦，很正能量，很正能量。像我有没有太会掰了？什么叫很会掰？我很认真。这怎么可以扯在一起？拜托，你平常在走廊都叫我老师的，你在那边开玩笑。我是健康老师。对啊，李彦康我都很尊敬哎。对，非常尊敬。就今天对我最没有礼貌。哪里？明明就有。哦，齐凤杰在问。齐凤杰？这是吧？齐凤杰都来了，是真的是那个齐凤杰吗？我不晓得，应该是吧。小燕醉，哎、欸，跟。小燕，我说的是更好的更，我才不会讲那个字嘞。小燕最近为什么没在？哎，这个应该是那个齐凤姐，应该齐凤姐，我们刚刚有报告过了哦，就是因为我那个太有，好，你讲啦。对啦，他说是啦，是齐凤姐啦，齐凤姐。好啦，我有看直播，我有问一下我们制作，就说哎，为什么最近我都没有出现，包含连那个爸爸那时候在急救，为什么我都没有？那其实就是因为剧情啦，因为目前我这边就没有什么就什么部分可以写，就是还在陪人家养病。对，就是在专心在陪郑凯养病。然后那大姐、二姐、小妹都有各自另外的线在写，所以就由他们主要来代劳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在陪郑凯休养。对对对，然后刚刚那个齐凤姐，刚刚李燕也有说她希望接下来那个出现，就是她觉得那个看。在看剧的人，有些人也许真的就是有同样的生活经验，他也许真的身体刚好不舒服，对，所以他也希望说，再出来的时候可以带给人家希望的感觉。对啊，因为像我昨天来录影，我讲到的对白就是郑凯他是好起来，就是好很多了，对对对，好很多了，然后癌细胞控制得很好这样子。齐凤姐，我回你耶，齐凤姐不知道写什么，赶快来看一下，赶快看一下，认真呢，哦，齐凤姐，我们是真的认真有回答你耶，啊，那祝你生日快乐哦，是不是？啊，这是谁？哦，好多人在祝你生日快乐。对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哎，这样线上回答记者也是真的很妙哎。对，啊，都不用打电话哎。现在脸书很方便哦。真的真的，齐凤姐、啊、哦，所以齐凤姐在你的那个平台看，齐凤姐，我们有安安大明星欢迎你，就是我看一下这边跟齐凤姐的宣传吗？啊，看一下会怎样啦，就拜托她一下，很奇怪嘞。你是要把这边全部都讲完、啊、不然他准备这么多，你这样才浪费纸，你这很奇怪。而且我们直播多久？快一个小时嘞！真的、啊，这才30分钟而已，不知不觉。对啊，哎呦，之前要讲台语吗？对啊，不然今天要不然讲英文吗？这不是讲国语的吗？那你先讲国语，再讲台语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台语嘞？鲤鱼的台语怎么讲？我不会。鲤鱼的台语怎么讲？现场有人会吗？天哪，鲤鱼台语，你可以打给俊拔吗？你跟俊拔问一下。哎、啊，这一题啊，哎、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有点没有很好讲。这个不好讲。连那个驴子的驴都不知道怎么讲，你会讲哦？那你出的什么题目啊？你真的很奇怪。鲤鱼的台语怎么讲、啊？有人先去那个啊 ，Google 一下的啊，撕咬啊。快点 Google 一下鲤鱼的台语怎么讲啊？维纳斯，你有没有出新闻啊？我们今天说好的哈，直播结束之前，你们一个人要出10条，李燕会帮你们分享哦。哈，好，看你们要什么照片，我再私讯给你们。哦、天哪，人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子？好客气哦。不可曝光的照片，嗯，比方说，性感艳照。对，因为那绝对就不是最近拍的，因为他最近的就是现在在巅峰，现在在巅峰的时期，不太好意思给你拍一些人在登峰造极，然后一些人生状态。放过他吧，不会，思瑶正在 Google， 思瑶等一下会来跟我们解答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台语。
哎呦，这个好简单哦。嗯，好。怎么啦？哦哦，怎么了？没有啊。制作人最，我跟你讲，他这支手机他好开心哦，因为每个来的艺人都有留下自拍哦。啊，等一下，你这也要自拍哦？不行啊，我现在在。那、啊、我来现在拍好了。啊，乱拍。哎、欸，你有没有看无糖？你有没有开无糖？这是无他相机吗？他要他指定无他相机，不好意思哦，您开错了，他没有想要拍。这很奇怪，连 App 都要指定。燕燕，我是北京的，希望飞过去看你，啊、这是我的梦想。快来，快来，快来，冠群，快来！他从北京来看你耶，哎，嗯，这个好像常常在我的粉丝团里面有、欢迎你来看安安大明星哦，哈！但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那个影像比较清晰的版本，然后不要一直看李燕的手机。启凤姐说：“谢谢我们的回答。”哦，谢谢启凤姐，启凤姐要继续看哦，哈！谢谢启凤姐。问题问完就可以不用看了吧？我干嘛这样子？哎、欸，有人要寄来美国，有美国的哎，有美国，你想要寄什么给他？哎、欸，你还没有就是那个、啊。哦，你要抽一张给他哦，好啊，你都说了，我们就寄啊。可是我不知道地址哎、欸，啊，他会留啊？他会留吗？叫他去安安大明星那边。嗯，要美国那位朋友。哎，制、欸、作人，你愿意把这张 A4 纸寄到美国吗？真的有人要啊？你就他生日，你就成全他一下，有资再跟我说啦。好，哎、欸，好了，他说好，那就这一张了。啊，你要画画，也是一只乌龟吗？我想办法画别的。你画得出别的吗？当然。拜托，你学校念完了以后毕业不都还人家了吗？你还会哦？我谁相信你呀、啊啊？真的很棒，这一张寄到美国真的很应该。哦，哎、欸，无他哎、欸，哦，下载了真的。你看他看到无他之后，就是不想要上班了。真的也是很奇怪。哇，突然间我们都美机了。你要按啊？我按啦。那你要勾勾勾勾打勾勾。哎、欸，你很专业，你是每次都在家研究自拍哦？对。哎、啊，真的想对耶、欸，真的、啊。这样让他觉得我们很闲。那、啊、我们来装萌萌。好，谁叫你翻白眼呐、啊？你嘴巴张开，我就学你啊！啊，对啊，不是要一样吗？不然我们要拍开心的、哦、哈。那要拍什么？你说啊，哇塞！开心的，开心的，好，一二，等一下，你先示范一下。不要啦，快点，看我默契，一二三，没叫，不掉，乱按。哎、欸、有哎、欸，明就有教。他真的什么都抓得住哎、欸，还可以。这是我本体是在这边哎、欸，因为好了，这自拍是我乱玩，再拍一张就好，拍五张，拍五张。哎、欸，这很会、欸，这个 app 不错。对。好，啊、你自己拍你自己的三张，这个是那个，这就可以直接洗出来嘛，对不对？没有，它会上在图文集里面。还有怎么那么可爱？哎呀，好可爱啊！哎呀，还会那个，哎呦，大眼睛呢、啊，好丑。不会啊，还好啦。你哪有丑？你超漂亮的啊！哎呦，瞪大眼睛了、啊！哎呀，对啊。再一张什么？是我哪在翻白眼？好的啦。这样可以吗？可以啊，这很小气耶，多拍两张啦。等一下再拍，我们现在直播线上、啊、有什么关系？等一下还要我们这边直接录那个什么 ID 不是吗？不是要录给人家听。就让大家，我们今天就要重现所有那个，重现所有你工作的状态给人家看啊！这不是我工作的状态，我工作状态不是这样，我是非常战战兢兢的坐在那边背台词。你现在是意思是我们有多随便？那是不一样，我觉得来这边就是比较放松的。对啊，我们就直播让大家看到开心的状态啊，然后在这边，那你到底要不要唱歌啦？唱什么歌？就随便唱两句，我哪知道你要唱哪一首？就晚上来那个。不用，你就先开场。哎、欸，你们想要听什么歌？经纪人他可以唱哪一首？他说你开心就好。Siri 说你开心就好。你有经过允许吗？他不需要经过你的允许。现在在别人的地盘。嗯，我不知道唱什么歌，你们点吧。那就来唱一首你喜欢谁的歌。听见下雨的声音好了来的人都会唱这一首歌，这是这里的指定神曲，听见下雨的声音。哎呦，不要啦，大家都唱这没关系，只要那一句就好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把每一句都解。那一句台词是什么？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你干嘛逼我唱？好，我唱了。有一天我们会把每个人唱的这一句捡起来，然后串成一首。真的假的？真的、啊，好可怕、哦！哪会啊？是我突然突发奇想，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的 idea， 而且我们为了
为了那个很爱听这首歌的那个人，我们下个月还把原唱都敲来上安大明星了。啊、原唱哦，魏如雨哦，真的、啊，对不对？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对，那后面就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拉了，就这样唱完了一句。你很任性哎、欸。就一句啊。好，那我们再唱一次哦。好了。不要。刚刚有唱了，那已经录下来，全程录下来了。我知道啊，今晚那没有办法更好了，就这样了。真的吗？对。啊，那个人刚好今天没来，好好。哎、欸，你这张要寄到美国，你要念啊。小燕抽到这一张那个要讲的台语。小燕抽到这张的台，哎、欸，这张要送到美国、欸，哎，好开心哦、喔。这哦，孟玉琪是澎湖的，所以不是美国的、喔。嗯，我等一下再往上拉。好。那个美国那个叫什么名是什么名字啊 ？Angela，Angela，Angela Angela 要叫他去哪里留地址给你啊？安安大明星。哦，安大明星，好，就说你是 Angel 啊，他现在就是按赞，然后就可以在那边留私讯给制作人，应该是可以吧？应该是可以。好啊，你收到这张，拜托你在美国帮我把它贴出来哦。哎、欸，这很好啊！你帮我们行销一下，你干嘛那么小气啦？我们制作节目很辛苦，仙女每次为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在这边直播哎、欸。哇。对啊，然后就爱。安安大明星耶、yeah! 没有人要拍手，我觉得有点嘻嘻啊、oh! 欸、你看仙女有拍手哎、欸、仙女是那个幕后的大制作人哦、oh, 真的对啊那两个那个穿西装黑副总副总那两个是大大制作人他是这个意思他是最小的啦蹲在那边 Q 现场哎这要寄到美国啊他等一下要画你要画什么我不知道哎、欸、下去帮你画我画一画明天拿给你你不要，你这样会忘记。不会啦，我明天有班了，我明天就去。明天礼拜五。那你写字就好，你签名就好了啦，不要那么麻烦。他会很紧张，他如果拿不到，就是我们好像有失信。不会，不会。那你就画。你明天有上班吗？有啊，他每天都上班啊。我明天叫我助理拿过来给你。不要，你就画一朵花就好。我要很认真的。我没有空等你。啊，那我签名，我等一下签名签一签就好。就这样。對對對我要画了，我是那么多时间。不是你拿了，人把拿回去，然后人忘记拿来怎么办？我是一个非常紧，我就说我是一个正正经经。哪有你上次跟我说你要来上通话，结果打电话跟我说啊，嘉恩哥，我忘记了，我忘记跟你说我要来上安大明星，我现在人在台中哎、欸，我真的会忘。对啊，他说啊，你搭高铁回去了，我通告下午哎、欸，啊不好意思啦，等等，我这心情都太好了。对啊，真的还要爆料，对不起，还上预告，你知道吗？他跟我说怎么办？我昨天晚上发现今天是没有班，因为今天棚很少，是没有班，然后想。干嘛答应他？对，我就干嘛答应他？我还要来，我就知道他从台中来，他就是讲说，对，哎，所以我们今天算赚到，还好你有来，不然他那精心布的这一局都浪费了。他可以有更多更大牌的明星，比方说宰哥。我们今天就是十一月的线上庆生会啊，就是你啊，他都选好了啊。很多人十一月生日，但是每个月就精选一个最漂亮的人来啊，对啊，然后那个那也是。然后你又，我们今天又要复刻安安大明星的第一集啊，真的，对啊，然后就、欸、安安大明星是我跟宰哥来，那是第一次直播，那是第一集，就是我们回推，这是节目的原型这样子，好好好然后就是那个仙女跟刚刚那个穿西装的他们两个想的，哦，真的、啊，对啊对啊，然后那个卡斯就是他们两个说的，所以今天来就算是也是给长官一个，就是。没有没有，我非常感谢你们还愿意邀请我。你这么讲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人讲这句话怪怪的。其实我带着满心的期待。有吗有吗有吗？他突然间把一把菜刀都拿出来。怎么这样子呢？干嘛啦？哎，我们两个今天真的是瞎聊天嘞，他们不知道看的觉得很奇怪。我们是不是聊了快一个小时了？我们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那你要戴安全帽吗？好啊。你真的认真愿意戴？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包袱。因为第一集真的有戴哎。这是天下父母心的时候，天下父母心啊、那时候你在就是在演那个什么哎。他真的有重现那天他有，哦对，要拍照是不是？不是要啊要拍照，一定要拍照。哎，帮我们拍一下可以吗？对啊 ，Siri， 请帮我们拍张照，谢谢。还蛮适合帽子的造型。思瑶，这时候不发稿，你到底想写什么？维纳斯，你手机是空着的吗？你不是要发图片新闻集吗？你看他们两个是小天使 ，Q 了人就哎呦，没关系，我们还有一顶。天哪，有人摔帽子，是女神呢、啊。我们没太怕，我们总共有三顶，而且我们这次把人家借过来的。好，他们两个用两种相机拍，会出两条新闻。我觉得你好逼人哦。我没有。他们挤破头都不知道要写什么。哪会呀、啊？他们今天就是你
哪怕在这里打个嗝都可以帮您写一条。太辛苦了。不辛苦，重点是你要分享，不然就 K 了你。好，我一定分享。请写梦想版安安大明。可以拿下来吗？哎，不一定，随便你开心。因为它会掉，你知道吗？好啦，那你拿下来啦。那可是我又看到那个拍照来了。哦哦，大哥，你看你人真的很好，你自己爱上镜头，还在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来了，那我就一定要给人家拍。要啊要啊，大哥很敬业，他是会长哎。对呀、啊，啊真的啊。嗯吗？你看啊，听到会长的整个就，哦，你们两个很做作，还在那边给他点头。好了好，那我拿下来喽。哎、欸、啊，我还没跟你合照哎。哎、欸，我们这集好闹哦。不过很严肃的心情。我没有很闹、哦啊，我哪有？我很严肃。我今天复课第一集超开心的，而且那个就是副总的想法，就是让我们就是一定要认真的觉得他真的啊，他就说那我们来复课第一集哎，真的、啊，他 是开会讨论出来的。没有，副总应该只是去尿尿出来就想到，他就告诉嘉达，那嘉达哥就说，哎、欸，那个副总说他办来复课第一集。可是他知道仔哥没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考犹豫了一下？不会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状况，我们就不会，我们刚好办线上签售会，仙女也有自己的想法啊，们。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有事吗？ Oh. 我们你明明都变更漂亮啦、啊，为什么要用复刻这种心情？嗯、那在复刻当中要求变化，我觉得好有创意、啊。当然啦、啊，仙女就说那就来办十一月的线上庆生会啊。阿嘉乐就说好，嗯，对他应该也是去上个厕所出来就觉得那李燕一个人来就线上庆生。大明安安大明星要写什么？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啊、不是你的梦想啦，你不是正能量思考团的教授吗？你要告诉大家梦想是什么？对，是我的愿望吗？你对梦想的定义，你现在是一个至高的人，尊贵。哎、欸，嘉达哥，你可以看一下谢成君那时候写什么？他有写吗？谢成君之前有写什么？没有吧？哦，他、啊、他有一集来上，他人超好的。那时候世界，哎、欸，是甘为人生吗？杀青的那一天，他早五点的班，然后拍完就被我拉过来了。他人没有来，就只好那个。他说：“梦想就是开心的生活着，这样子。你像是他睹物思人哦，你看那么久是有事吗？太想念他了。你装什么想念？现在在演什么啦？梦想哦。谢成君没有来，然后只好拿谢成君的那个板板。仔哥，我想你，仔哥。你等下 call 他就好了，咱们装了，你们两个没那么聊电话。梦想、哦，你不用抄他的，你做你的啦，快点来，这个没写完，今天就不能结束哎、欸。直播他们很辛苦，他们等下还有班要上哎、欸。”这今天是真的硬超、哦、好热哦，女神在旁边就难免紧张，对啊。梦想是李燕在写梦想版，写完就结束了，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愉快开心的一集，你还开心吗？没有理我哎，哎，讲两句话好不好？我很专心。专你个！啊，不要看都不要看，哎，他那一张我超爱安安大明星是要寄到美国的哦。你看，嘉达哥都说好、欸，他人真的也是很好相处。哎呦，真的很奇怪、欸。好，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现场已经没有人要理我们了，所以我们应该赶快收起来，不然我们就变成为那个别人那个干扰了。好了，好说，李燕给大家说梦想的意义是，梦想就是。健康、快乐、财富、自由的与爱的人在一起。爱的人包含很多，可能是家人，或者是另一半，或者是好朋友。嗯，喜凤姐，你赶快来拍她的梦想版哦。喜凤姐，这个回答，这个梦想版比刚刚回答还更适合上新闻。李燕说：“梦想是健康、快乐、财富、自由的与爱的人在一起。”今天真的很开心，你这样子愿意让我们就是用一个这么匆忙的方式，然后答应了这个通告，算是我们很愉快的，这表示我们真的是有很好的感情的，而且他在最后还愿意脱衣服给我们看，吊带都掉下来，他吊带很烦，你知道吗？就一直我还以为他说啊，节目都要结束了，不然裤子也不要穿了，就这样咻，然后就掉下来。不用啊，反正大家看回放都有啊。经纪人在这边臭脸的意思是太久了吗？哎、欸，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超过一小时了，线上都剩下十个而已，我们该收了。非常好了，那我先把直播关掉喽。哦，先关你的，好，好拜拜。嗯，先按掉，然后再跟他道别，真的很有事。我发现我的手比我的嘴快。对啊。
好啦，今天那个李燕，就是下个礼拜才是你的真的生日。礼拜几啊？礼拜一啦。是吗？礼拜一吧。二十啊。是啦。欸，真的耶。你是当初我们都没有认真在查哦。我没有注意看。很奇怪耶，我们真的诚心诚意的。然后今天我知道，感受到。欸，我觉得很开心耶，这是我生日的第一个蛋糕。嗯，然后你都没有吃。我待会吃，待会结束的时候吃。好啊，然后那个今天也真的非常谢谢那个我们那个新闻网大家支持安安大明星的长官们，他们就说今天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一集。嗯，在那个我们就是做了一年的这个时刻，然后哇，他们就突然想说找第一集的人来好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叫安安大明星，那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的节目。那时候不叫安安大明星，没有，那没有节目，就是一个庆祝那个新闻网三岁的直播。好好好好，所以李燕等一下帮我们录个四岁的祝福，好的，送给那个新闻网， 好不好？然后也希望有李燕的那个地方都充满了正能量跟欢笑跟幸福，希望真的生日快乐。谢谢，希望大家再跟你一起掌声说生日快乐吗？好啊好啊，好啊，真的吗？大家有空吗？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希望在结束的此刻大家一起用热情的掌声然后来祝福李燕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请大家，哎，下雨的声音就是那个人穿白衬衫的那个人最爱点的歌。哦，真的啊？对，他跟你鞠躬，他，啊，那你唱一句给他听，他等一下就会拍手，因为这边他在管。三二一，唱。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连李燕都是愿意来上。谢谢谢谢，我们会逼来上安安大明星的所有的大明星都要会唱这首歌，这已经我们到有一天一定会把这每一句都捡起来。好，我再来看。对，然后那个会上成安安大明星最特别的一段那个声音，因为都是你们五周年的时候吗？五周年也可以啊，或是过年的时候，就是非常开心。我们希望那个李燕就是越来越愉快，生活越来越自在，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想胖就胖，想瘦就瘦。人生走到哪个是他所谓体重的巅峰，由他自己决定。对，但是人生走到，我可以一直创造巅峰。对，那你也可以一直创造新奇，就像今天你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创造了一个安大明星的新的一个开始，一个记忆。对啊，就一年之后的同一天，然后我们又把你请到这个现场来，然后刚好又帮你办了一个我们一直以来全新的一种，就是算是节目的类型。而且线上的生日会过了一个生日，很棒。真的，谢谢你陪新闻网过生日，陪安大明星。也谢谢你们陪我过生日。好啊，我们谢谢你们啦。然后那个，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我们祝李燕生日快乐，好不好？三二一，拍手！李燕生日快乐！谢谢收看今天的《谢谢安安大明星》，谢谢谢谢。思瑶跟文纳斯写了很多新闻哦，你一定要记得。好，我待会马上每一条都要分享。好的，我尽量，我每一条都分享。对啊，都分享，你就不要管他，然后最后再去偷一张你最喜欢的照片在最上面，那新闻都在底下。不行啊，没有啦，我是说他一篇他只能放一个吧？对，我是说你都一直分享。啊，搞不好他真的写了四十篇。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一篇 po 文是不是只能分享一条新闻？哦，对啊，你就是一篇一篇一篇篇，然后所以我今天要发四十条的脸书就对了。对啊，不然不行吗？好，不能创一下记录吗？这也是一个新闻，欸，真的。对啊，这是一个安大明星跟新闻网的结合，好，对不对？谢谢大家收看，很开心很开心，谢谢你们，谢谢李燕，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新闻网生日快乐，安大明星生日快乐，谢谢大家。